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节分享会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双重八字捆绑结的打法。这个神节与蟒蛇结是一样的功能，不过比蟒蛇结更加的容易掌握和记忆，可以用此结来代替蟒蛇结。首先取一小段绳子，将左侧绳头打一个绳圈，右侧绳头也打一个绳圈，在第一个绳圈上再打一个绳圈，将另一端的绳头在第二个绳圈上也打上一个绳圈，这样就形成了两个重合的八字。然后我们再将这四个绳圈重叠在一起，将要绑系的物体插入到绳圈中，我们拉转两端的绳头，收紧后会牢牢锁死，不缓结也不滑扣，受力后越拉越紧，锁张锁点定位捆绑物体都特别的结实牢固。